好了，来，现在老师统一教授怎么录影，不是怎么去出图啊、哦？各位，当你完成图面的时候，请你来到左上角这边，一定按储存，接下来按档案，往下走，走到列印，再往右边走，走到上面列印。列印要几个重点哈，第一件事情你要选对印表机，因为我们在第三教室，所以我们要选这个03。再讲一次，因为我们在电脑第三教室，所以我们选03。好，再按一次03。再来第二件事情，我们要点选性质，我白板上都有写重点，因为列印的尺寸是 A3， 所以我们要选择 A3， 然后再往下走，按确定，确定，最后呢，比例，请你选择最佳配合。在列印前，我强烈建议各位要预览。预览就是先看看我印出来在 A3 图纸上会长什么样子。点取预览，哦，不对哦，它变翻转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往上走，把这个预览画面关闭。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问题。我们来除错，再来一次列印。03，哦，可能点到了旋转90度，不小心点到了，所以我们把它取消，再预览一次，这样就很正确了。当你预览之后觉得没有问题，你再来按这边这个画面的列印这边，然后这边就会跳出视窗，你就按确定，这样就进行列印了。希望你学起来。